它是双层，这个双层的错层，也估计它就叫那真正的火车，但是它是用来每天这个交通运输连接单趟。我坐了25分钟，从丹坦坐到了 Coquitlam Center。 这个是另外一个轻轨，它轻轨呢，它的这个 rail 这个铁轨的尺寸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正规的铁路。哎呀，到处走走看看，长点知识，多见见，多看一下，就空空的了嘛，站台就。